搽完 hand cream 之後，真係隻手滑好多啊！梗係啦，頭先幫你搽啲嘢，全部都係正嘢嚟噶。嗰個眉針咧，幫你碌完之後咧，其實就會令你之後搽嘅嘢咧吸收多幾十倍。咁理論上係應該咁樣米字形咁樣碌啦，就等到嗰啲眉針開嗰啲管道咧，可以好平均咁樣分布喺成個皮膚嘅 area 嗰度。玫瑰角鯊烯係我哋嘅王牌嚟嘅。點解咧？即係市面上真係有好多種油啊，咩 coconut oil 啊、argan oil 啊、杏仁油啊，即係幾十萬種嘅。但係角鯊烯咧就係好特別，因為佢係本身你皮膚細胞膜裏邊嘅重要成分嚟嘅。所以咧，皮膚一認到角鯊烯咧，就會好快吸住佢。咁而且角鯊烯裏邊嗰啲維他命啊、養分啊，都係好貼近你皮膚本身嘅需要咯。Hand Rescue 是一個都是非常之快吸收的 hand cream， 因為你不喜歡油淋淋的嘛，拖手更加不可以油淋淋，哇什麼事啊樣你手什麼事啊豬油膏這樣的嘛，不行。還有呢 B3 又可以做美白，哇有一個白芒花籽油就是用來做抗氧化，兩隻手都